闻的朋友们，我是 Hebe 小妞，我今天要来接受妞新闻的快问快答。如果演唱会到了一半突然停电，你第一个反应会怎么做？啊，停电，就看啊，提词机没有了就很紧张，因为提词机就没电了啊。如果 SH 到了80岁出唱片的话，你觉得专辑名称叫什么 ？SH 老奶奶。如果时间可以倒转，你最想重温人生哪个重要时刻？如果时光可以倒转的话，可以重温在襁褓中的田馥甄，享受被爸爸妈妈抱在怀里的感觉，而且可以看看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样子。如果今天不当歌手，你的第一份工是什么？当歌手的话，应该就是一般的上班族，但是可能没有办法领全勤奖，或本身是比较容易迟到吧。好险！如果陈立娜跟 Ella。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都是三个人一起出门吃饭。如果可以获得一项超能力，你想要拥有什么？想要获得一个超能力，就是不用运动，然后不用运动，然后也不用早睡早起，就可以身体健康的不得了。如果遇到大地震，第一个会带什么东西逃生？手机，但是到时候手机一定是没有搜寻的，我真的很笨。如果发福变胖和失恋分手？当然是发福变胖啊，还可以运动减肥。失恋的话，那个心真的很痛。如果遇到心仪对象跟自己的好朋友告白，你会怎么做？假装没事，但是回家哭了三天三夜，然后听前夫的歌。如果你是男生，你会跟 SH 的开玩笑？那是弟弟，不是真喽，因为他这么纯情。快问快答是会逼人讲出一些很荒唐的答案，尤其是有这个节拍器，好可怕哦！喵新闻算你厉害。